像不像樱桃粑粑？还给我们西门的包子门口，家门口就能吃到这种省级烂烹饪烤肉，想吃啥子随便啦。藿香味的猪耳肉必须到一下，这个蒜香牌就用的还是新的牌。小鸡牛肉切成串，烤起吃更扎劲。粉肠不要烤太久，外面焦焦的，里面的油脂一咬就爆开。后期五花烤的油爆爆的，裹起生菜吃才香。大口吃肉的快乐，每个女孩子都值得拥有。今天又是独儿六月的一天。